文化的体系有分阶级制，记忆当中头目主持整个仪式，首席女巫主要由她来去发落所有的仪式。高拉盖头目那场招魂仪式是历代祖灵都会现身，会附在巫师身上说话，你可以听到历代的祖先附身于祖灵跟你说话，所以现场的情感它的启荡是非常强烈的。周日晚间十点，朱国珍、石中山带您深入阅读原住民族的世界。